选民更改住址必须提交住址证明，想新登记为选民，从5月1号起也必须提交住址证明，填好指定表格，邮寄、电邮、传真或者在网上提交。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，就可以检查资料是否已更新。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来信要求确认住址，必须回复。选民登记和更新登记资料的截止日期都是6月2号，查询请拨打2891-1001。